你口中常说的高级感，其实都是匠心巧思，让平凡啊变得不平凡。《纳尼亚魔法柜》里面有的不只是 Aslan 的勇敢，还有长相思和安格斯的美味灵感。双开门，开启双倍美满，简约并不是简单。硬装是房子，软装才是家。开放柜格可以打破极简带来的单调。太太的加格纳电饭煲，先生的佐治金铁菜刀，样样都能井井有条。草草杯盘功效语，昏昏灯火画平生。正因为有了厨房里的五味纷呈，平凡的生活才能变得热气腾腾。这里是 Mission Bay 的72号 Gordon Crescent， 极低密度开发，内部均为独立定制设计，三套独栋四卧别墅，每一栋都是富贵显荣，金玉满堂。